咖喱鳗鱼。我见不到咖喱鳗鱼。昆爷。哎，怎么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里我在那边等你。跟我想的不一样。我等你，我等你。不用，我们不用，谢谢。他在上面。我不小心直接走到他这边来了。他想要拨尾巴。那你们打我。嗯，那我去了哦。皮西雪地跟那个啊，雪地跟龙结晶没有出啊。可撞，我没吃头。龙结晶是不会出的、啊，龙结晶还要等啊。是熔岩地区。哦，是熔岩地区啊，不就龙结晶的地区吗？对啊，不过龙结晶有一半是那个普通区域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动不啊？哦。先出熔岩嘛，之后出冰冻地区，还有冰冻。不知道是两个一起。应该是先熔岩在，之后才会变。对，熔岩应该金狮子要先出啊。我睡了，那个瓦斯啊。哎呦。我感觉。太帅了。看我把它吃了。我来喽。好，你来。啊！可以可以可以。啊！生气了。他叫了。他很任性。国中小女生。哎、欸，喷喷。大能发现。什么啦？人家在生死关头还在打。你这边喊大力卖鱼，妈的！好夸张，这个应该停留在我们的战队里。你们撑一下，尽量不要死，我要让麦斯死。哎，撑好，我来了。完了，江江马上就要失败了。我来了。我补到手麻了，等一下，我认真。哎呦，又那个，对。哎、欸，那次要死了，那次要死了。有没有心跳很快啊？哎、欸，不行，不通不通，狂飙，这狂飙。讲一件让你们更开心的事情，我水快没了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还很多，还很多。我要让江江吓一跳。还好，我就回去了，不没什么。啊，他就死给你看嘛，他没差。我说我现在想回去捡东西。嗯，想去捡尾巴。去啊！我刚就在那边等你啊。啊，你就说我们先打。我走下去了。你可以路过啊，你就说借过借过借过啊。麻烦。不愧是专业路过。很专业。哎呀，完了完了。掉了，被开壶。这奇灭族东西，气死！那蹦出几只？没人可以救我了。怎么办？没人可以救我了。
把他杀了。你这有用吗？他把我打醒了、他把你敲醒嘞，他人真好，真的。我要把青菇跟啊、可是强迫症啊，我多了一个毒剂可以捡，啊，捡到十块，捡到十块钱哦，那么好，给你砸克，好爽的，捡到十块，这超爽啊，他吐了，我看到了，哦，他现在看不太出来，他会从哪一边开始喷血。哎呀，我们今天的房子外面这房子都是接下来踢足球，棒球。因为我在其他时光那边有遇到 FB 吃榴莲，还有他尾巴那边那个。有啊，这边还没有，只要是 FB 都会吃榴，不是吃榴莲，我看得到留言，可是就是其他观众看不到留言。这件事情啊，是啊，对啊，这件事情已经有反应了，每个实况组都有反应了、每个实况组都有反应过这个事情。对，之前就有听别人在讲。所以感谢，不是你们的问题，都有反应了。应该说，遇到的事情大家都有反应过。能想到的问题，九成上都已经反映过了。嗯。好，如果想吼吼不出来。哇、好烫好烫好烫。哎呀！跳上去，再跳下来。这里，哎，我走错路了，白痴啊！这边是孔明的陷阱，最会骗人，这个地段。啊！新年快乐！我弟弟来了。
戳破他的不知道哪边了。终于快死了。啊，我的大龄麦玉嘞，你们有没有能看到他？没有哎、欸。帮我通知他一下，我再找他好不好？我想忘记。他说他在纳斯那边很开心，叫你不要想他。OK。乐不思蜀哎。真的。苏巴拉西，苏巴拉西，苏巴拉。苏高伊呢？苏达巴斯多斯多利姆。OK， 有点紧张，多给多。开红了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他不错啊。找好了吗？哎，有人下去吗？没有啊。那是不是？突然冲过来啊！睡嘞，没有人，他好像没睡，下去玩。他不睡了，在冲动啊！看到有人下去了，只能下去啦，不然、哦、不能睡了，不下去也不行了。撞。臭再一下好了，嗯，保险。这才是真正目的。不是啊，这个游戏就是要打他的标楼舞。他掉落物都是掉一样的，可是结算的时候会给，就是外面也拿。对。左边怎么都是你？哦、我也很，因为我耐障零啊。其他人有装耐障吗？我有装耐障护士啊。哇、哦，你怎么那么无耻啊？我直接把铁臂四拔掉，装耐障护士。左边，你学学人家。拆掉那个真的很痛，很心痛。S， 好不容易被我戳死了。我的前进处是把它冲冲冲冲。对，不是你，那先把血量保住比防御足重要、啊。嗯。我觉得 HP 那边有一点太大。嗯。你可以把后面那些人嘴巴封起来。那就讲说再开台可以安静一点，小声一点嘛。很偷笑，而且又被打死了。偷笑。嗯，没有错了。麦挂一下。嗯。哎、欸，你妹在吗？你刚刚就跟他讲说，你们可以小声一点嘛。那繁星在开台嘛。谁理你？哎呀，一只普通的雷狼龙。我要打力战的猛抓。好啊。哎、欸，他给了我一个大力开玉。我被踢出去了。就是结算的时候给，还是有点过。他叫你。闭嘴。哎，你现在吃餐券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留到？就算过十分钟，我还是可以留到。等到你死掉再吃啊。再来吃。对啊。可以。拜。
反正我死之前去死啊。不对耶，可是过了十分钟猫的那些技能就没了吧？没有啊，都还在，你不要死就没事啊。哦，只是可以再吃饭而已。可是我状态上面没血。你刚刚不是死过？你有吃饭吗？我就有吃耶。嗯，有吗？嗯，我重吃，我重吃。哎、欸，你又不见了哎、欸。变监视了，你的牛不见了，牛被限制，你的牛直接消失在地图了，变成灭尽龙的形状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是牺牲，哇，太屌了吧，你已经两次了。可怜你，好强啊！扁他，扁灭尽龙，我不爽啊！他没力啊！扁他，在哪里？那我去拿。我找不到主机。我要拿耐力，不是耐力，我要装，我要拿肉干。换了换。换道具。哎、欸，看到一只雌狐。在那上方地。哎、欸，对，我看一下灭尽龙是地区，哦，是，瘴气地区，那应该在瘴气附近。为什么都是瘴气呀？雷，啊，对哦，因为瘴气是最高的。有喂，有啊，个笨龙。哎、欸，蚊子！玻璃的芯片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可以。哎、欸，他爬上来，爬上来，爬上来，爬上来。哦、欸欸欸。撞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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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撞啊 ！Nice， 你怎么不撞？我想说他们好像……啊，完了，完了，我的抢位置。我好像是错觉而已。有点远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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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哇，你是不是要把你的大龄脉玉交出来？刚那一口是大龄脉玉哦。生者必灭。哇，敢不给人活哎、欸？这个名字原来是杀无赦。啪！哎哎！哎，我有本事把奈斯补死哦！你要把他躲在小胶啊，回起来！
哎呦，哎呦，嗯，手机。点亮一下这边哈，好。